咱们今天呢，继续分享86岁快意人生它的最后一集。然后呢，咱们继续教24式太极拳。好的，我们现在来共享屏幕，看86岁快意人生。好的，大家的麦都是打开的啊，我们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好，我们继续看86岁快意人生第四集，这是最后一集。大家好，感谢回到温哥华青霞访谈。我们今天继续做86岁快意人生，今天是系列之四。我们前边讲了，两位老人，一位86岁，一位84岁，他们自驾游遍了，欧洲、加拿大和美国。前面分享了他们营养品的配方，然后还有每天的饮食。我们今天讲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活态度。我当记者很多年，我见了无数的人，像他们这样，事业成功、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心情开朗，并不常见。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人生赢家了。喜欢我们节目的，请订阅、点赞、分享，支持我们。要想身体好，心情是第一重要的。对，心情好是第一重要的。如果你这个家庭的氛围，你整天吵架呀，和儿子骂这个说那个啊，这个是。对。Introducing our PC Black Label frozen pizza, hand tossed in Italy for a crisp, airy crust. Shop now. This is the all new Tempur-Pedic Breeze mattress, and it's designed to help you feel cool. 所以就是说吧，家庭哈，其实容易有一些琐事，容易有一些各种矛盾的，特别是就是比如说儿子又结婚了，孩子又都结婚了，又有一些亲家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对，也有容矛易，盾呢，就想办法解决，能解决当然好，不能解决随儿子自己去，对，个人的路所个以人心情走，舒畅哎，是特别重要有这个一心定要有态，这个，孩子们大了，不要，老年人不要干预子女的生活。他哪怕像我的习惯，这一辈子都是五点钟左右就起来了，到现在，都是5点来钟起床。但是你不能要求孩子们也不睡懒觉，人家就愿意周末睡到12点、12点由他了，对吧？你必须有这个心态，不要什么都看不惯。你都到这个年龄，你还看不惯，你说你活得多委屈？我太太经常说，家庭和睦很重要。对。如果你一天家里净吵架，这个分房子你多了我少了，这个玩意儿没法过，这个想活长也活不长，没办法。因为老年人一定要有自信。你像我60岁退休出来以后，我们当时我们家4口人，我太太还有儿还有个儿子女儿，3个人反对我买车。还怕您开车怕出我事出事儿，说这公交这么方便，你就买公交坐了。我根本不听他们这个，我不到一个月，出国一个月我就买一辆车，买一辆车后来往美国开，往出开，开的后来到我儿子那，到我女儿他们说，他的孩子接送权要叫我接送，买菜让我买菜，做饭我给他们做饭，最后到现在这个年龄，我从美国从儿子家和女儿家往回开，这长途了嘛，他们俩从来不说不让开，就说慢点儿，就这么2个字儿，开慢点儿就完了。你路上也没说一会儿你给电话担心你出什么什么，没有把您当成一个老年人。没有所以现在就是要有自己主意。如果我在25年前就开始坐公交，就不开车了，我现在肯定是开不动车。对吧？我为什么每年要开长途？在我的意识里，如果你几年不开长途，你不敢开了，对，对吧？所以每年就开一开，
啊，开台是像我准备今年要去芝加哥吧，嗯，单程就接近4000公里，嗯，那我开过去，嗯，我玩完了再从芝加哥开回来，嗯，啊，这种长途你开一开，嗯，玩一玩，挺好的，嗯，嗯，另外我们俩也觉得，老年人不要老窝在一个环境里，嗯，这样你的神经细胞所接受的刺激太单一了，嗯。适当的时候，哪怕儿女带上，你到外边去玩一玩，嗯，你看看你回来的感觉，绝对和你一直待下来是不一样的，嗯，啊，你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就做了一次新的洗涤，嗯，啊，嗯，肯定是这样，对，所以我强烈建议老年人在你可能的情况下，不管是你独自也好，或者是儿女带着你也好，或者是朋友一起也好。每年出去转一两次，对，远的近的都无所谓，千万不要365天一年复一年的就守在你这个眼前就这么点地方，对啊，这个你衰老的一定是非常快的，对，这个很在这儿我问一下，那个咱们在座的朋友是不是每年都有计划要开车出去玩玩啊，或者是自己不开车的话，跟着孩子开车出去玩一玩。嗯，我觉得是这样哈，我是非常喜欢出去玩的，而且一沾出去玩呢，顿时就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多。嗯，确实跟这个视频里头说的一样，就是玩一趟回来，从玩之前这心情就特别好，然后一直到玩的过程到玩的回来，心情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就是说，每年如果有计划出去玩一趟的话，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嗯，尤其呢，咱们在加拿大夏天那么短，冬天那么长。那么夏天这个机会是很难得，嗯，好，我们继续啊。很重要就是你的心态，嗯，啊，你一天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对啊，这一天这个东西，你这个心态有，你肯定是要肯定衰老的是非常快的，嗯，因为你这种不愉快的时候，咱们所说的快乐激素就分泌减少，而肾上腺素分泌很多。肾上腺素分泌很多，对你的代谢要求很强，嗯，就消耗你很快，所以，哎，就平静心平静一点，嗯，对事情呢，把心态放平，啊，不能不知道。我每天都看新闻，啊，中国的、世界的，我全知道现在在干什么，啊，但是不要太情绪化，啊，这个。客观的或什么看看知道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是国家领导人，不要那么操心，对吧？管不了那么多事儿。对你你就一个老百姓，你看看知道就行了，是非是你自己心里大概有个意思就完了。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是。Start your home search confidently with the CIBC Mortgage Pre-Qualification Tool。那这广告又来了啊。Live life to its fullest in the new Kia Seltos. Kia, movement that inspires. 年轻的时候的照片，还有这些年到世界各地旅游的照片。是，我们俩这一辈子，这60年，啊，我们结婚今年第61年。哦，啊，这是叫金婚了。钻石婚。钻石婚。啊，啊，所以。去年英国女皇临去世前的40天吧，还给我们发来贺信，因为只要结婚60年的女皇都要给发贺信的。啊，我那还有一份女皇贺信。哦，啊，就说在这60多年当中，我们俩没吵过一次架。没吵过一次架，还有这样的？更不要说打架了，没有。哦，就是说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我们是中学同学。中学同学，哎呀。他比我低一级，哦，但是当时在学校练体操队里面，哦，就一块练，就那么几个人，哦，当时练的也都不错，在省里头，
男女团体冠军、大中学校运动会都是我们的。您是那男冠军，他是女冠军？不是个人冠军，三个人比赛，团体冠军。团体冠军。嗯。就说一块练呢，练就挺熟了。但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说像现在这个年轻人这样，也就仅仅，我临上大学走的时候，他呢比我第一年就说了一声，哎呀，咱们就这么熟，就当朋友吧。好了，完了，没拉过手，没拥抱过，就这一句承诺一辈子。哎呀，就是这样，更不要说金钱了，什么房子了、车了，什么都没有。不，根本不考虑这个。毕业以后，我们俩的工资就是每个人一个月55。嗯。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二十几年110块钱。当时买一个海鸥牌的收音机，90多块钱，100块钱，我们俩一个月的工资。这个单位分的房没有床，木板床。对，没有床垫。没有。没有暖气，中间一个炉子，连取暖做饭全是他。这个，所以在这种生活下呢，也没有矛盾，也没有说吵。我觉得这过得，我们现在不是过得也挺好。而且我觉得你们现在还想谈恋爱，然后呢，您到处去任何地方，您都拍您太太的那照片。因为再没有年轻人让我拍了。对，我觉得您说起来您过去的那个事情哈，我记得您当时就讲过，您就是在当时大家都没有电的情况下，您给家里还接了电啊。您当时是怎么接的？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喜欢动手。当时新盖了两栋房，两栋房子都没有电。但是后边是传染病医院。当时是住在哪个城市？太原市。啊。传染病医院呢，他有电。啊。我就因为我搞医的，我和他们都比较熟，院长什么也是。我说能不能给我电？他说医院不能停电，这咱们这医院不能停电。他说你就这样子呢，我就从他的，电工那，我说你给我拉一条线，他给我线过来。整个屋子里我是带电作业，把家里电亮起来的。带电作业不能停啊，你不能停医院的电了。医院里怎么可以停电呢？那病房那么多，带电作业这套我是比较熟的，我全可以做。就是我们俩爱孤岛。都是比较活跃的人。你像那沙发呀、沙发床啊，当时在70年代我们都自己做的。画了图。您自己会做，会做木工活的。木工活会，当时买了0.3个立方的木头。说叫木工作，我说让他练手，还不是让我练手呢。就这样，就把家里的大衣柜、床、沙发，什么书柜，全部做出来了。就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家就自己，我把洗澡间都安起来了。80年代初啊。对，大家都在大澡堂里头。我在废旧商品那儿，那个废旧商品卖东西，卖废旧品那儿，选择东西，然后呢，做一个小锅炉，里头上头呢中间套一个套筒，就和锅炉焊到一起，里头放蜂窝煤，放蜂窝煤，放烧上，然后上头这个水箱边上有个水管是可以放热水，然后呢大水管连上去，连个汽油桶。汽油桶有个进冷水的开关，有个底下我这个热水上去的开关。热水可以循环，所以我汽油桶里是热水，拿个横管拉到厕所里。安个龙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洗澡就已经。所以你们家这生活一直是还是水准挺高的。对，反正自己动手焊呀，这电焊、氧焊全我自己搞。哎呦。所以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关键是你。用不用脑筋，动不动手。你越用，你的思维可能就越活跃。你越动手，你的这个能力就可能越强。所以我觉得一直是就是。所以你像我这摄影很热爱生活。我这摄影一天也没学。全是自己在那儿鼓捣。我的这套理论，也许那正规摄影学摄影系的人家不一定认可。但是我就这么做了。
我照出的照片也还可以，到处拍照片，然后而且经常看到您在分享，对，所以就这样，对，就心情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对，家庭也和睦，然后呢，还有一个，您也不会说像有一些人，他就把他那个孙子、儿子、孙子这个当成第一位。哦，这个不要。我们俩的原则就是孙子这一代，一般我们就是在孩子两岁半以前，我们是要带一下的，不然孩子们他们上班没有时间。嗯，所以我们就去美国去帮他们带一下。嗯，带到2岁0.3个月送幼儿园，嗯，适应3个月，孩子到幼儿园已经很熟了。2岁半我们立即撤走，嗯，啊，这个不能说，这后半辈子就交给孙子了，这个不可以。你们有自己的生活，对，嗯，所以他大概是总体上是这么个东西，就是是，所以呢，您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个心情，另外这个营养。都是对您现在的状态是对很重要，很心态确实非常重要，特别老年人对老今后生老病死到最后这个阶段，你不要想的太多，对啊，你尽你能力能干能怎么做怎么做，不要和年龄挂钩，你的和你的体能挂钩，不要和你年龄挂钩。对啊，如果你保养的比较好，你比方说像维生素，你像这些东西，你已经吃了15、16年、20年，那你会很好啊，腿也不疼，胳膊也不疼，也能走，你干嘛不走？对啊，那个南极的问题，去以前有很多很多的舆论啊，就说您的朋友劝您啊，不是南极谁都知道说那去南极太危险了，或者风浪太大，什么晕船呀、什么的，很多人是望而生畏的啊，不敢去啊。我们俩还是去。你们晕船吗？我预先就做好了准备。啊、我就想，架不住就和爸爸再回到婴儿啊，摇船摇来摇去。啊、我的思想就这样。嗯、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摇起来你就感觉到是很舒服。嗯。啊，我太太有一点晕，但是也没有吃晕船药什么的。啊。躺一躺也就过、啊，因为那个德雷茨海峡是非常浪大的。啊。啊，对。这是因为它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就靠这一个海峡来通流啊、哦，所以它风浪比较大。嗯，我们这个船的，我们去南极的前20天啊、哦，我们这一艘船啊是去年意大利6月份做出来的啊、哦，一共做了2艘啊、哦，我们这一艘船3万多吨，在过德雷茨海峡回来的时候，嗯。被一个他们叫疯狗浪，嗯，20多米一下打过来了，哇，20多米浪一打呢，就把2层住房客房的9个玻璃打烂，哎呦，打烂，当时玻璃飞出来就打死一个人，啊，打伤3个，哎、打伤3个还是4个人，就等于这船还出事儿了，对，世界上的新闻都做了报道，嗯，不知道是您坐的船，这个船呢后来就回到了这个乌斯怀亚。就是阿根廷最南边的、嗯、然后维修了20多天、哦、维修好了我们这是在做，我们做的是、哦、就是等于说他是维修好了那个我们第一次做的、哦、而不是说您坐的那个船我们做的没有碰到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前20天这个船出了这个事儿、哦哦、所以这种在这种恐怖的这个氛围下嗯，照做我们照做、嗯、不管那么多，对呀、啊，他上次打了，这次就不一定老打嘛，每次老打南极线就没了嘛，对吧，是的，你把一个概率很低的东西拴到自己身上，你的包袱太重了，没错，这老先生的心态真好，嗯，是一般人想着哎呀这个船出了事儿了可不能坐了，他想的是出事儿是个几率呀、啊，上一次出事儿到了我这儿就不该出事儿了，是吧，从几率考虑的话，那么那人家不是次次都出事儿吗，出过的事儿就不出事儿了哈，嗯，所以他这个思考问题的这个角度是非常非常的乐观啊，也难怪他那么健康长寿啊。对，感谢收看温哥华清茶访谈，喜欢我们节目的请订阅点赞分享支持我们，有感想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他的这个八十六岁快意人生啊，我就只找到这四集啊，他的下一次节目是什么不知道啊，没有看见。哎，这个温国华访谈这个是可以找一找，有一些个东西确实不错啊。好的，我们这个评这一评呢就分享到这儿。他讲的很多事情呢也是我们过去所经历过的哈，这个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咱们的生活，就是那个样子。不过他在太原呢，可能有一些个事情自己做起来就会更多一些。那比如说你要在北京的话，可能这些事儿你就不能做了。你从医院里头拉根电线到家里头，在北京肯定是不行的啊。自己在家里头装一个锅炉烧水洗澡，我估计在北京可能也是不行的。但是在太原呢，他就能做得到。但是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吧，过去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自己动手这个打衣柜啊，做家具啊，这些事儿我们也都经历过的，也是那么经历过来的啊。好，咱们关于他们的这个快意人生，我们有什么想聊的吗？大家想说说的？我只是感觉到上一集哈，他们吃那么多保健品这个事儿呢，反正说的话是不太一样哈。有人也就是说，说是那个健康的这个人，他们常做什么事儿啊？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吃很多的保健品和药。这也是健康人不做的一件事情。那他们呢就是吃这个大量的很全面的啊，全方位的这样的保健品营养品。这是不同的理念。但是从事实来看的话呢，人家确实是啊，这夫妇两个确实是活得这个非常健康啊，86岁了，开着车到处跑啊，非常健康。我刚才看见这个咱们的留言里头啊，也有这个说几乎每个月都想出去玩一趟啊，这个肯定是非常的好啊，心情非常的好。好的，好，那个还有谁想说什么吗？我们随便说啊。咱们今天继续学习24式太极拳的野马分鬃之后两个动作，白鹤亮翅和搂膝傲步。我们现在呢先共享一下视频。我的妈呀，我这个视频哪儿去了？Apartments.com is now in Canada. And好，大家看见的是我现在共享的这个视频吗？我们大家看到的是这个24式太极拳的教学视频。是的，林彤老师，是的。啊，是的，好，那我们继续啊。对方，今天我们来学习24式简化太极拳。大家好，我是李建柔。对不起，你跑到第5式、第6式啊？怎么会跑到第5式、第6式去了呢？好，我是吴普。他自己还往前走啊？
邱慧芳，今天我们来学习24式简化太极拳。大家好，我是李坚柔。大家好，我是吴璞。先看我做一遍。好，跟半步抱球回坐，微微转腰，虚步白鹤亮翅。好，那这个动作呢，因为跟之前的动作有所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先还是从我们的下肢开始学起。好，大家跟我一起做。好，我们先叉腰，两脚分开，弓步，那是从弓步变虚步，后腿微屈。好，跟半步。好，跟半步以后，我们的脚尖是45度斜方向，移重心到后脚，同时左脚向前，往前虚步点地。好，再来一次。好，弓步。我们注意这个虚步啊，刚才他做的这个虚步是脚掌落地，脚后跟是悬起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虚步呢，前面这只脚是脚后跟落地，脚掌脚尖是抬起来的啊。现在这是一个脚掌落地的一个虚步。跟半步回坐，移重心到后脚，虚步点地，非常好。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肢，我们来做上肢啊。好，预备，我们前面一个是左野马分鬃，我们就从左野马分鬃开始，连着下一式的动作。首先做左抱球，左抱球。好，接着左手先不动啊，右手我们只做右手，右手向前侧，虎口向前啊，虎口带动啊，往前侧抬手，抬起来，对，抬到哪里？抬在我们的右额的前方，对，45度方向。好，同时我们的左手向下按掌，手指尖冲前。好，来，再一起来一次，左抱球，两个手一前一后一起做啊，一上一下。好，一上一下。右手上，左手下按，对，好，我们上下肢结合起来，一起来，预备，跟半步，左抱球，移重心到后脚，好，右手往上，左手往下，虚步白鹤亮翅。好，我们再来一次，跟半步回坐，左抱球，移重心到后脚，右手往上，左手往下，虚步白鹤亮翅。我们第三个动作学得不错，然后呢我们学第四个动作，左右搂膝傲步。好的，我们现在呢先到这儿，我们自己来做一下啊。我得把背景换一下啊，这个背景就看不见了。啊，我这个地下呢还是有一条这个红颜色的线，这条线呢在最底下了啊，我得摸一下。让大家能够看见我这个地下的这条基准线啊，这个屋里啊就是这么小，看见基准线就看不见脑袋啊。好了，大家能看见基准线了。我们呢从上一次开始啊，从起势开始做一下，然后我们连到白鹤亮翅啊，预备。这是预备式，是个无极桩。那我们注意预备的时候呢，你这两只手啊是在两侧啊，是在裤缝的位置上，不是这样，一放松就成这样了，这样是不对的。你看这样，这样人就成这样了，就萝卜腰了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呢是要站直了的啊，这预备式啊，好，
预备，起势，一，左脚开步，重心挪到右脚上，左脚点起，点落。二，前举。三，屈膝。下按，那这儿我说一下啊，这个屈膝下按，我们这儿呢，起势啊，我说一下屈膝下按，我们下按这个手走的这个两只手走的路线呢，就是这么短，就是这么短，按到腹前啊，就是从与肩同高按到腹前这么短。但是我们再加上同时的这个屈膝，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手所走的路线呢，就看着很长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看着，哎呀，走得真长，你就使劲往下按，按到下头去了啊，这不对的，就是按到腹前啊。好，再来，希望大家能跟着一起做啊，看是看不会的啊，预备。起势，一，开步，二，两臂全举，三，屈膝下按，野马分鬃，一，收脚抱球，这有一个很大的转体啊，二，上步。不挪重心啊，这个球从圆的挤成了扁的，然后第三，弓步分手，分手的时候后边这只脚就要捻转一下，然后呢做一个这是野马分鬃。我看了录像的回放了啊，我上一次的手是这样，后头这条腿是这么屈的，不对啊，要自然伸直。野马分鬃二，后坐。翘脚，实际上是后跺撇脚啊。二，跟步抱球。三，上步把球挤扁。四，弓步分手。第三个野马分鬃，一，后跺撇脚。这手是动的啊，就跟着预备要抱球了啊。二，跟步抱球。三，上步。四，弓步分掌。野马分鬃的定式是这样的啊，前面这只手跟眼睛高度一样，下边这只手。按到胯旁，然后呢，两只脚是一个弓步。我们大家看，我这两只脚中间呢是有一个横向距离的，也就是说，我沿着脚的方向，前面这个脚沿着脚从脚尖到脚后跟的这条线的方向，我把前面这只脚撤回来，那么它跟我后边这只脚之间是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叫做横向距离啊，一定要有这个横向距离。所以野马分鬃的定式是这样的啊，我们从侧面看，野马分鬃的定式啊，野马分鬃的定式啊，从这边看，野马分鬃的定式。当然，我现在做定式呢，我这个步子就大了，实际上。在这个连续整个套路里头打的时候呢，我的步子不可能这么大啊，我的步子这么大就抢步了。好，我再说一下抢步啊。为了叫步子大，你弓步大了当然就好看啊，这多好看呢，这多漂亮啊！你要这样的话呢，就不漂亮了，对吧？这样就不漂亮了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漂亮了，是吧？这个动作就漂亮了。那么为了追求步子大。啊，你觉得我这样我才做到位，我才达到锻炼的目的，
那么你在上步的时候呢，你就不可能是这样这步上出去，我重心不挪，我还能拿回来，对吧？我上身没动，我这个脚可以出去进来啊。那么你就不可能这样，那么你就怎么样了呢？看着啊，就这样了。这个步子大了，你回得来吗？啊，你回不来了啊，你回不来了啊。所以呢，就是说，太极拳的原则啊，是要你在上步的时候重心不挪，然后再形成这个弓步。那么我现在我的腿的支撑力就是这么小，我的弓步就只能这么短，啊，我就做不到一个很大的弓步，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所以在打套路的时候，不要追求步子大，追求步子大的话呢，你就会这么做，或者是这么做了，当当砸下去了，薄薄的冰就漏了，你就掉到水里头去了啊。好，那么要不然呢，就这么做。到这儿，偷偷的，哦，才一出溜啊！我们看这运动员比赛时候常常会这样啊。到了这儿了，往前一出溜啊，就过去了。这也是不对的啊，这也是不对的。好，连续的打啊，预备，起势。野马分鬃，好吧，我们下边接着白鹤亮翅啊。第三个野马分鬃，左野马分鬃，白鹤亮翅一，我们试一试手脚同时做，能不能做到？一，根部抱起步，啊，野马分鬃，白鹤亮翅一，根部抱球，这时候上体微微的向左转一点，二，后坐转体。啊，后坐，把重心挪到后边这只脚上了。后坐转体，三，虚部量掌。啊，我们这个手脚一起做，能够跟得上吗？再来一遍啊，野马分鬃的定式。好，白鹤亮翅一。根部抱球，这时候身体微微的左转啊，微微左转。二，后坐转体，后坐转体转到啊，向右转，然后虚部量掌。我们再来啊，野马分鬃的定式，从这儿开始。白鹤亮翅，一根部转体，二后坐接着还转体，三虚部量掌。那么我们这里头说几件事儿啊，你看，这是野马分鬃，白鹤亮翅一根部抱球啊。这一步跟上来，现在重心在前面这条腿上啊，根部抱球，二后坐啊，二后坐转体，我们看看这时候脚的方向，后边这只脚的方向呢，应该是跟基准线成40度啊，跟基准线成四十度，脚尖不是前后的，我这是基准线啊，基准线是这个方向，那么我后边这只脚呢？跟基准线大概成45度，我一会儿这个虚步才能做得出来啊，才能做出来这个虚步。那么现在呢，我转到面向大家这个方向，我这个脚呢面向大家啊，跟正前方的方向成45度，
啊，大约45度。然后这样呢，我这时候后坐啊，然后呢把这脚往前挪一下，变成虚步啊啊。那么这个虚步的规格呢是这样啊，后边这只脚跟基准线呈45度方向，前面这只线这只脚比起就是我的前面这只脚是左脚啊，左脚比起右脚呢还是稍微往外一丁丁点啊，不是踩在一条线上的啊，不是把前脚收回来，它在这个后边这只脚的这个脚心的位置上，它在收回来应该在脚后跟还稍微往外一点，所以大致是这样一个位置啊，大致这样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再说这条腿，弯的这条腿屈膝的方向跟脚尖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做成了这样啊，那么你这个膝盖你看是扭着的啊，咱们大家看对吧，这膝盖是扭着的，脚尖的方向是斜的，膝盖的方向没有斜那么多，膝盖往里头歪，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髌骨外移，你就会形成了就会膝盖疼啊。为什么有人打太极拳膝盖疼呢？一个是做弓步的时候追求架势低，这个膝盖超过脚尖，再一个呢就是做虚步的时候它这个支撑腿膝盖和脚尖不在一个方向上啊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注意啊，就是这样一个方向。好，我们一起再做一遍。哦对，然后这一个虚步量掌啊，就一个虚步量掌，这个量两个手分开量掌的时候呢，我们看看左手啊在胯的前边啊，右手在额头的右上方啊，大致是这样，大致是这样一个位置啊。好，那么我就再从正面再做一下啊。野马分鬃，白鹤亮翅，根部转体，后坐转体，虚步亮掌，检查一下自己这个规格啊。好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下。野马分鬃定式，白鹤亮翅，根部抱球转体啊，转体，后坐转体，虚步亮掌。我们接着做搂膝傲步，转体收脚落掌啊，从这儿啊，转体落手收脚摆掌，上步屈膝，弓步搂推，搂指的是你的左手从膝盖前头搂过去啊，右手推向前方。我们再来啊，白鹤亮翅，接搂膝傲步，一落啊，转体落掌，二收脚摆掌，三上步，四弓步搂推。再来一遍啊，白鹤亮翅，一转体落手，向身体向左转，右手落下来，二收脚摆掌，三上步屈肘，四弓步搂推，能跟得上吗？能不能跟得上啊？这样哈，我背向大家做一次。我背向大家做一次啊，从这个白鹤亮翅开始，一转体落手。二收脚摆掌啊，摆臂，摆这个胳膊摆到后头来，上步屈肘，弓步搂
对，好，背向我再做一次啊，白鹤亮翅。楼梯奥步，一转体落手，右手落下来；二收脚，摆掌；三上步曲肘；四弓步搂推。好，这样行吗？那我们一起来啊。从白鹤亮翅开始，白鹤亮翅的定式，楼梯奥步一，转体把这手落下来啊，转体落手，二，收脚摆掌，三，上步曲肘，四，弓步搂推。我们再做下一个，后坐翘脚转体啊，后坐翘脚转体，二，根部摆掌，三，上步曲肘，四，弓步搂推，再做另一个哈，再做下边一个方向。后坐摆脚，二根部摆掌，三上步曲肘，四弓步搂推。怎么样？太快吗？能跟得上吗？什么地方有什么困难吗？大家说一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地方还不清楚的？还是说我说的太快了，需要再慢一点儿？林春老师，您不快，但是就是我们不熟，我现在就是跟着比划，没有感觉，就跟着您比划，就是不是我们自己不熟，您做的那有手忙脚乱吗？没有，没有，那就还好。其他人呢？是不是太快呀？有没有手忙脚乱呢？就是感觉到这个手不知往哪儿画呀，脚不知往哪儿迈呀，有没有这个问题呀？很好，金老师。可以哈。可以，就是我们要自己多练多熟，就是那我问一下，这两位刚才说话的朋友，你们原来会打吗？打过没有？不会，原来不会。就这两天每天早上跟着学，就也是比划，哦，那太不错了啊。那么，今天这个楼西奥布这么说过之后，对于规格清楚吗？就是说我应该做成什么样子就是对的。好像这儿我没交代的很清楚哈，那么我再说一下，我们楼梯奥步的定式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奥弓步，什么奥弓步呢？你看，右手在前，左脚在前，它不是一顺的啊，它是扭着的啊，这个叫奥弓步。奥弓步的横向距离呢要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前面这只脚顺着脚尖脚后跟的方向，把前面这只脚收回来啊，收回来，那么它跟后边这只脚之间的这个横向距离要大一些啊。顺弓步的时候呢，横向距离会收回来会小一点，大概是20厘米左右，20公分左右。那么奥弓步的时候呢，大约要到30厘米。啊，就是这个横向距离是比较大的，你这样才稳。好的，
这是它的弓部啊，弓部是这样。然后它的这个定式的规格呢，是左手从左膝前面搂过来，左膝上边啊，不是够着下边去搂的啊，是左膝上边搂过来，搂过来以后呢，停在胯的前头，高度跟胯是一样高，但是呢，稍微靠前一点，不像我们刚才做白鹤亮翅的时候，它在胯的旁边啊，它在胯的前头，也不像野马分鬃啊，野马分鬃呢也是在胯的旁边，比较稍微往外开一点，这个呢是在胯的稍微靠前一点，然后呢，这个右手呢是推出去的，推出去的话呢，你这个手掌是立起来的啊，手掌是立起来的。啊，是这样立起来的，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它的高度呢比肩稍微高一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形成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啊，到这儿，弓步啊，弓步搂推，走走走走走走走，还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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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样才是到了啊，再来啊，弓步搂推。走走，这才走到了啊。那么走到了的时候呢，你看一走到了，很自然你这个后腿呢就蹬得直了，不是绷直啊，自然伸直，前面这个腿呢就到这个位置，就到这儿就锁住了啊，就锁住了，你就不要再往前趴了，往前趴就不是了啊。上体正着直的情况下，你就是到这儿，到这儿就是这个位置，它这膝盖不会超过脚尖啊，很舒服的坐在这儿啊，很舒服的坐在这儿，嗯，就这样，就坐在这儿啊，就坐在你的胯上啊，很稳的就坐在你的胯上啊。我这边呢稍微好一点啊，我这边这个胯呢还没太大毛病啊，所以呢它还能够坐在这儿啊。这边这个方向不行啊，这边这个方向呢，这个胯是翘起来的，它下不去。啊，下不去。这个胯你做好了以后，这个胯下来以后，你很稳的就在这儿就坐住了，就坐住了啊。然后一个搂推啊，这是它的一个定式啊，这是它的一个定式。过程当中呢，刚才我一边做我一边都说了，下边有别的课吗？好像星期五没有别的课，我们把这动作再做一遍啊。我叨咕着，咱们再做一遍啊。从白鹤亮翅开始啊，白鹤亮翅，搂膝傲步，一转体落手，二收脚摆掌，三。上步屈肘，四弓步搂推，你就往前走啊，走到这儿，后腿自然蹬直了，前头这个腿就自然就到位了。搂膝傲步二，后坐翘脚摆掌，二根部摆掌，三。上步屈膝，四弓步搂推，第三个搂膝傲步，后坐摆脚，分步摆掌，这都要转体的啊。三上步屈肘，四弓步搂推，好。但我再说一下搂推的时候，上边这只手的这个怎么走啊？它上边这只手呢，摆掌摆到这儿，屈肘屈到这儿，在耳朵旁边，然后呢，弓步搂推，推出去啊，中指的高度大概跟鼻尖差不多啊，大概这个位置上。啊，我这横向举度不够啊。那么从屈肘到推出去，我们走的线。不能这么走啊，放平了推出去，这是不对的啊。
我们到这儿是掌心是斜向下，然后走一个弧线，看到吗？走这么一个弧线过去啊。再说一遍，曲肘在这儿，掌心斜向上，向斜向下，然后往下一点走，手掌逐渐的立起来，往前推。也就是说，你这走的是一个弧线啊，不是为了追求弧线，你这个手就平了，这么戳出去，这是不对的啊。从这儿起，掌心就向前往前直不愣登的推出去，也是不对的。嗯，它走的是一个弧线啊，走的是一个弧线推过去的啊。嗯，从这儿，嗯，上步啊，摆掌，哎，上步曲肘，然后呢，走这么啊，这么推出去的。这个腿呢，后边这条腿自然伸直了，前面这个胳膊呢也是啊，就是保持这么一个微曲的一个状态，整个这是一个弧线啊。这儿在这个方向上头，这个从右手到左手，这是这样的一个弧线啊。这个推不推在右边，像我现在这个图像是不对的啊，是往前推的啊，是往前推的。我们现在从头做一遍啊。讲动作的时候我是分解开一二三四这么讲，我们在打拳的时候动作是连续的，连绵不断的啊。如果我不分解的话呢，你不知道这个动作它是怎么做出来的。讲的时候必然是要分解，但是我们真正做的时候是连续的，看不出来哪是头哪是尾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动作的结束就是第二个动作的开始啊。好的，我们来一起做一遍，预备，起势，一，开步，二，前举，三，屈膝下按，野马分鬃，一，收脚抱球，二，上步，三，弓步分手，野马分鬃，二，后坐撇脚，根部抱球，上步，我们把球击扁了，四，弓步分手，野马分鬃，三，一，后坐翘脚，二，根部抱球，三，上步把球击扁，四，弓步分手，白鹤亮翅，一，根部转体，二，后坐，三，屁股亮掌，摆搂笑步，一，转体落手，二，收脚摆掌，三，上步屈肘，四，弓步搂推，二，后坐摆脚，根部摆掌，上步屈肘，弓步搂推，第三个后坐摆脚，根部摆掌，上步屈肘，弓步搂推。我真没地方了啊，家里头走不开。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你感觉到是快了是慢了，什么地方不清楚，希望大家提出来啊。我们一起讨论，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它的很深啊，我们这个学呢是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学，通过讨论呢，我们大家也都会有提高啊。上一次我看了回放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后腿吧，常常没有蹬直啊，不是绷直，蹬到自然伸直的状态，我后腿是弯着的，这样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自己呢，如果看一下录像，也可以改过来自己的毛病啊。好，谢谢大家参与啊。谢谢金老师，谢谢，谢谢金钟老师。